这个原则，恐怕会得罪很多道上的兄弟。哈哈哈哈哈！我也这么认为。可是道上兄弟的实力能跟我为敌的，除了二爷，就没有别人。阿泰，其实我的兄弟他们并没什么恶意，他们的意思是干一票大的。好，你们是不是一块料？明天就知道。 你别走！你敢耍我，打爆你的头！阿强，你看，这么美好的社会，只要你好好干，将来这些都是你的。 胡说！强哥，是你自己心里有鬼，一直在防着我们，好跟我们划清界限。你好高傲在上！行，要不要坐我的车？哼，我不随便坐人家车。 哎，阿强，阿强，你干嘛见死忘我？你不要碰我！要我碰，我就偏要碰你！警告过你，不要动我妹妹的脑筋的。 心里不痛快，怎么，一个人喝闷酒？